小雪，为了你，我赚再多的钱又……没人。我徐家现在已经有了个带把子了，以前的闺女干脆用了算了。 今天是我妻女的忌日，一定是老天把我的女儿给送回来。你的父母不要你，我陈强周有。陈金山，嘉禾集团于今日首次入围第95百强，陈强周已登顶为江南第一。 恭喜董事长登顶江淮省首富！饭来啦！你爸说了，让我看着你多吃青菜。恭喜陈董事长，哎呀，恭喜！来来来来，不吃啦！妈妈。 董事长，我女儿怎么了？金晨医生说，大小姐恐怕被炸的尸骨无存了。哎，老婆，老公，今天晚回来吃饭吗？啊，我这边有个应酬，就不回去了。你跟轩轩不用等我了。哦，对了，等会做事儿，青菜哈。哦。我陈强洲。 连家人都保护不了，这钱有什么用？我从今日起不再担任江海市董事长一职，就此而已。本台消息：江海集团已于本月登顶为江海省第一财团，而江海集团董事长陈强洲却在近日宣布隐退。 回家吧。爸，爸，爸！哎，夏夏，爸，你不回家，学你朋友圈干什么？爸，你看这个。啊？ 你知道强霸集团吗？强霸集团可是大夏最顶级的财团，听说他的创始人强哥凭一己之力让他走向了世界巅峰呢。这么厉害？我以后也要成为像强哥那样的人。行，我相信你。等到时候呀，我让你老人家和我一起享受万丈瞩目的荣光。好，我帮你。不用，别脏了，我自己来。 啊，珊珊，怎么了？我考上了商科帝都大学，真的。阿强，英语也可真棒呀！是吧？爸爸手还脏，你给爸爸看看。可是以咱们家的家境，恐怕付不起学费和生活费了。珊珊，不用怕，爸爸有钱。你看一看。阿强，你哪来那么多钱呀？现在风浪这么大，气候这么差。 你是不是又出海了？别胡说八道！爸，你这烧是怎么弄的？
弄晕花了，我也是。你还说你没出海，我看你这伤分明就是被咬的。爸，我以后绝对不允许你冒着大风大浪捕鱼，我以后一定好好读书，开大公司，赚很多很多钱，我们一起过上好日子。你不用，爸不用你赚那么多钱，就希望你身体健健康康的就行。珊珊，珊珊你怎么了？珊珊，累啊，累啊。珊珊，董事长，小姐患有先天性的肝纤维硬化，必须换了肝脏才能存活。那还等什么？赶紧去配血。董事长，可小姐是罕见的熊猫血，目前只有您的器官才能匹配。那还等什么？那就把我的肝脏割一半给他。董事长，吉山小姐和你毫无血缘关系，这样做您值得吗？我已经经历过一次失去妻子和女儿，我不能再失去珊珊了。不管她是不是我亲生的，她都是这个世界上我唯一的亲。给她什么我都愿意。属下这就去办。记住，别让他知道这一切，我不想让他担心。是。珊珊，别怕，爸一定会治好你。自江海集团之后，华夏第一财团强霸集团横空出世，资本震撼全球。强霸集团神秘的幕后董事长宣布，强霸集团的指定继承人由我江海省异军突起的商业新秀吉山集团总裁陈吉山担任。陈吉山女士，听说您一周后便会与我江海省第一世家吴家长子吴承天进行联姻，请问方便透露一下你的身世吗？我没有什么显赫的出身，我的父亲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鱼贩子，但不妨碍我陈吉山白手起家，成为江海省赫赫有名的商业新秀。近日，强霸集团神秘的幕后董事长宣布，强霸集团的指定继承人由我江海省异军突起的商业新秀吉山集团总裁陈吉山担任。没看老子就烦了，过来！你看他脖子上的胎记，像不像咱扔海里那个闺女？哎呀，还真是咱家顺男脖子上的胎记啊！天哪，这个赔钱货！没想到能成为大夏最有钱的强霸集团的继承人，那这个傻丫头的钱就都是咱们的了。厨子，你说咱当初是为了养活机组才把他扔了的，咱天天跟机组念叨这个事儿，到时候他要是跟他说了怎么办？怎么有了这么有钱的闺女，还要那个没出息的儿子干什么？徐二狗，这徐机组断绝父子关系。对，死大贵，过上了。带我去见你们福少，老大现在是他老丈人了。陈天，过几天就是我们两个的定亲宴了。强霸集团的 CEO 王总也会莅临现场，宣布我成为强霸集团的继承人。到时候我一定让我爸盛装出席，告诉所有人他就是我的父亲，让他以后受尽万人敬仰，享尽荣华富贵。珊珊，难道不知道陈长洲不是你的亲生父亲？我当然知道，
但这么多年他待我如亲生女儿，我陈继山自然不是一个不懂知恩图报的人。珊珊，陈强州当年把你从亲生父母那里拐走，跟着他你受了这么多年的苦，他就是等着你赚了钱之后你好好孝敬他呀。什么？进来吧。哎呀闺女，我们终于找到你了。闺女，二十年了，我们找了你二十年了。你们是？我们是你姐姐的妈呀。你看这是无双带我们做的电影。这个是找病所你刚出生的时候给你打的，能保佑你健康长寿的。这个是我一针一线给你缝的护臀鞋。你们真是我亲生父母。这个傻闺女果然上当了。走，来吧。老公，这么干至于吗？舍不得孩子，套不住了啊！装的药材也好，赶紧的。哎，伯父伯母，珊珊呢？现在是江海集团知名的企业家，而且还是强霸集团至尊的继承人。你们这些东西，就拿走吧。什么？闺女，你现在是大人物了。那你更不愿意认我们这两个乡下来的亲爹亲妈了。老婆子，咱们走吧。还有，你的名字叫徐顺男，不叫陈继山。等等。他们这么多年吃的都是这个，我的亲生父母这么爱我，可我却认贼作父。这个该死的陈强州把我拐走，让我亲爸亲妈受了多少苦啊！爸妈，你们。真是我亲生父母。有了这对夫妻在，我就能控制住这个傻女人。强霸集团都是我陆家的。珊珊，若有玉玺，我必传你玉玺。但是我没有玉玺，只能号令整个强霸集团的印信，也拿得出手。董事长，集团继承人的决定不是小事，您真的下定决心把它传给大小姐吗？我意已决。属下遵命，明日的订婚宴，我会以强霸集团 CEO 的名义替您把强霸集团继承人的合同交给珊珊小姐。行，你别忙了，忙你的去吧，我要给珊珊做饭啊。是啊，这些都是给你准备的，谁成想天杀的陈祥州把你给拐跑了。我和你们到处找你，你知道受了多少苦吗？多亏了无上。爸妈，这才能见到你啊！这3680块钱，是我和你妈牙缝里给你寄出来的嫁妆。闺女，你别嫌少，这是我十年前卖身剩下来的钱呢。你们为了找我，可以把肾卖了。老婆，你现在退居幕后，咱们的江海集团。强霸集团了，我兄弟们都给力。咱们的集团现在已经是整个大夏的第一财团了。还有萱萱，你看到你妹妹多努力了吗？在她身上看到了你的那股倔强。他以后就是强霸集团的继承人。陈继轩，你不够快。
你的手段根本不够准，也不够狠。再来一百遍也不是我的对手。我一定会打败你，回到世俗界，去见我的父亲。 爸妈，这么久没见，来，我们喝一杯。文姐，来，吃点。谢谢爸。闺女啊，真的很棒，我和你别等了20多年了。爸妈，女儿对不起你们，认贼作父这么多年。 你们吃的太多了，来多吃点啊！文山，不是跟爸爸说好了吗？等你订完钱，爸爸给你做顿好吃的。我正在陪重要的客户吃饭，还要筹备明天的订婚宴。没事，别送给我打电话。 订婚宴，爸爸给你个惊喜啊！茄子，吴家现在可是江海省百大世家之首。 就连当年的江海集团也没有如此的气势，这和田墨玉价值6660万，祝吴家六六大顺。吴家搭上了强霸集团这条大船，一鱼丰腴变成龙啊！我把我们家价值上亿的玉如意献上，祝吴家双喜临门。二位家主没有在了，晚辈呢，这只是沾了长辈的光。二位家主，快请入座。 承蒙各位亲朋好友来参加我和陈天的订婚宴。我作为金山集团的总裁，江海省的商业新秀，受到强霸集团神秘董事长的青睐，即将成为强霸集团的继承人。同时，与我的未婚夫，也就是江海省第一世家吴家的独生子吴承天，结为伉俪，带领江海省百大世家再创辉煌。 但今日我在这里最该感谢的是最爱我且给了我生命的人，这个人就在台下，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日。陈小姐说的那个应该是靠卖鱼把她养大的父亲，听说那个人还只是陈小姐的养父。 为了陈小姐这个养女，连老婆都没娶，不容易啊！我要说的人正是我的父亲，我很荣幸能在他的注视下，荣登强霸集团继承人的位置。我相信，在台下的他也一定为我感到欣慰和自豪。陈小姐真是个孝顺的孩子啊！
陈小姐的父亲真有福气啊，我也想有一个这么好的女儿啊。强霸集团可是大夏最顶级的财团，听说他的创始人强哥凭一己之力让他走向了世界巅峰呢。我以后也要成为像强哥那样的人。行，爸相信你。等到时候呀，我让你老人家和我一起享受万丈瞩目的荣光。下面有请我的父亲徐二狗。就是他们当年把珊珊扔院里的。别，徐二狗，下跪，下跪，下跪。在下徐家村的农民徐二狗，见过各位，见过各位。哎，老婆，你也上来。来了。什么情况？陈小姐的父亲不是个卖鱼的吗？陈小姐的父亲怎么姓徐啊？那个卖鱼的只是我的养父，而这二位是我的亲生父母。我是一个来自农村的父亲，20多年前我家顺南被一个人贩子给拐走了。我家老婆子把老家的宅子给卖了，一边打工一边找女儿，足足找了20多年呀。幸亏有无上，不，有女婿，我才找到我女儿。苍天有眼呐，苍天有眼，老头子，咱虽然是农村的，但咱不是图钱来的。顺南现在健健康康的，咱死也都瞑目了。现在心愿已了。走吧，别在这受人嫌弃啊。哎，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了。看着他们一家人团聚，我看着都觉得高兴啊。禽兽，你真是胡说八道。强哥，你要是回来。什么事？说。启明警部，我的人在那里看见了陈姬山小姐的亲生父母。他们是徐家村的一对夫妇，就是因为当年他们生了一个儿子，所以才把身为女儿的姬山小姐无情的抛弃。对了，强哥，我这里有当年的监控视频为证。他们现在已经到了吴家，看小姐有了钱，便想与其相认。死狼败类父母，真是枉为人啊！真是枉为人啊！他们现在已经在我女儿的顶配上。什么？他们现在已经在宴会上了。属下失职，请强哥责罚。算了，你少说我自己是女。这，是强哥。爸妈，我怎么可能嫌弃你们呢？这些年让你们受苦了，有我在，肯定让你们下半辈子享尽荣华富贵。但是偷走了我20多年人生，让我白白受了20多年苦的贼，也不会放过。芷珊，你要干什么？陈强舟，我现在通知你，我找回了我的亲生父母，以后我再也不叫陈吉山了，我现在的名字叫徐顺。难，芷珊，别被他们骗了，他们就是一对禽兽啊！大胆，你是谁？敢在我女儿的订婚宴上捣乱？岳父，他就是当年偷走你女儿的人贩子。什么？你就是那个人贩子？苍天有眼呐，我可找到你这个天上的王八蛋了！芷珊，当年就是这对畜生把你给扔了，我才把你救回来的。我有视频为证，
你看，什么？臭人贩子，还敢伪造视频！我是顺南的亲爹，怎么可能把他扔了？陈强舟，你居然伪造视频，污蔑我的父母！是啊，那我才是你爸呀！我呸！你个老东西，明明是你抢走了我们的孩子，你还在这倒打一耙！就是，你贩子偷走了我女儿，白白吸了我女儿20多年的血。哎呀，我说说，我能不能放过他？什么？这人看起来老实巴交的，居然是个人贩子！说那么多废话干什么？直接把他双腿打断，然后送到衙门去。这件事情不是你想要，你看视频啊，珊珊。你为什么要偷走我的人生？你知道我亲生父母这些年过得有多苦吗？我解释，事情不是你想象的。够了！事到如今，你还想狡辩？你知道我爸这些年为了找我，把自己的肾都卖了。陈强舟，我父女关系就此断绝。陈金山这个名字是你死去的老婆秦山和女儿陈金山合在一起的吗？这个死人的名字我再也不用了，叫徐顺南。对，这叫徐顺南，这个名字是当年我给起的。秦山，顺南，我含辛茹苦养了你这么久，就连你公司的基业都是我给你打下的，就不让我这个养女儿说我公司的基业是你打下来的，你还要脸吗？虽然你粗茶淡饭喂了我20多年，但除了一口饭以外给不了我任何帮助，而且就是因为你拐走了我，才让我亲爸亲妈这些年过得这么辛苦。今天是你大人，我要你给我滚！你不听我解释了吗？你还有什么可解释的？来人！陈强舟，你赖在这儿，你就是为了要钱吗？这里有200万，够你丰衣足食一辈子了。就赶紧给我滚！来龙去脉，我回头告诉你。臭卖鱼的，给我站住！顺南由我徐家抚养长大，早就成龙了，何必受那么多苦？臭卖鱼的，该怎么弥补我闺女这么多年的损失？在这里得寸进尺！臭卖鱼的，我听我爸说，强霸集团强哥一直肝脏不好，而且你跟强哥一样都是熊猫血，都应该肝脏给强哥。啊，陈天，这不太好吧？毕竟他也养了我20多年，咱们没必要为了强哥就要了他的命吧。老婆，现在是对强哥尽孝秉忠心的好时候。爹当年为了找你，把自己的肾都给割了，你还对他心慈手软。如果再对他求情，爹就撞死在墙上。好，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吧？我还是有你的养育之恩，我割我的肝脏。臭卖鱼，我家顺南已经对你够好，200万，臭卖鱼的一辈子都赚不了这么多钱。谁敢割我的脏？啰嗦什么？把他拿下！这不是我小时候你买给我的破玩具吗？这玩意儿我可不稀罕。王总到。王总，王总莅临我江海省，真是让我江海省蓬荜生辉啊！江海省重视家对强霸集团势必肝脑涂地。谁是陈吉生？哎，顺南，王总喊你了。
老婆，王总举荐兄弟给强霸集团继承。王总，我就是强哥指定的继承人陈吉山，那我现在改了名字，叫徐顺南。什么？徐顺南？是啊，他本名徐顺南，是我徐二狗给起的。我家顺南命苦，自小被人贩子给拐走了，刚刚认祖归宗。你手里是什么？啊，不过是一个破烂玩具而已，是那个臭卖鱼的带来的。他原本是我的养父，但现在我已经和他断绝了。什么？你说你和他断绝了父女关系？但现在我已经和他断绝了。什么？你说你和他断绝了父女关系？还说他是一个臭卖鱼的，你知不知道他的身份是？王总见笑了，他就是个臭卖鱼的，我已经和他断绝了父女关系。您不知道，他不仅质疑我徐顺南的商业才能，还说我强霸集团继承人的身份是因他而来，简直可笑至极。就是，这个臭卖鱼的不光大言不惭，还侮辱强霸集团董事长的眼。王总，你为什么打我呀？打你都是轻的，给我滚开！徐顺南，你当真和他断绝了父女关系？此话当真？王总，你要是因为他才和陈天生气的话，那么您对他要杀要剐，都不用看我这个继承人的面子。好，我王静，作为强霸集团的 CEO， 正式宣布，陈吉山，哦不，是徐顺南。作为强霸集团 CEO 的身份正式取消。王总，你说什么？我刚才说的不够清楚吗？你徐顺南不再是我们强霸集团的继承人了。王总，你为什么取消我老婆强霸集团继承人的身份？我也好奇，你有什么理由和资格取消我的继承人身份？你徐顺南不忠不义，不仁不信，嫌贫爱富，是养育自己二十多年的父亲为草芥，随随便便就与其断绝了关系。冲着这些，你觉得你还有资格当我们强霸集团的继承人吗？王静，你以为你是谁？我是强霸集团指定的继承人，你只不过是强霸集团的 CEO 吧？换句话说，你不过是我们养的一条狗罢了，也配取消我的身份？怎么，你觉得我没有这个资格？资格？你在我徐顺南面前连个屁都不是，我可是江海省乃至整个大夏百年难遇的商业奇才，受到强霸集团董事长强哥的钦点，我的能力必然远超你这个 CEO 百倍。徐顺南，这些年对你的教育真是白教，连自己几斤几两你都不知道，你有什么能力继承人家？臭卖鱼的，给我闭嘴！哪有你说话的份儿？我劝你现在就给我跪下道歉，我还可以考虑饶你，不然等我见到了强哥，必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你还不配！笑话，你觉得我这个继承人身份还不配让你下跪道歉？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你根本就不是什么商业天才，你今天所有的成就不过是贵人帮扶吧。陈强州，你别搅局了，快给我闭嘴。明明是你死罪在先，你凭什么让我闭嘴？够了，你别再说了。现在我在你面前连句话都不能说了吗？你知不知道你今天所有的成就还有你继承人的身份都是我给你的？陈强州，你到底想干什么？今日是我徐顺南的订婚宴，还是强霸集团宣布我成为继承人的重要日子，你不仅侮辱我的才能，还大言不惭地说我所有的成就都是因为你，简直可笑至极。去年我的公司濒临破产，是我四处拜访跑断了双腿才求得一丝生机，经商的这些年来我兢兢业业步步为营，才有了今日这江海省新锐商业才能的称号。我徐顺南的才能和你陈强州没有半点关系。滚呀，你还跟他废话什么？赶紧把他扔出去算了。就是，留他在这里惹事，让强霸集团强哥知道了该如何是好。来人，把他给我扔出去，然后让王静磕头道歉。
让我磕头道歉，下辈子还在嘴硬，我可是强霸集团的继承人，只要你现在肯磕头下跪，我便考虑让你继续留在这个地方。我老婆可是强霸集团强哥亲眼的长公主，强霸集团的继承人，让你王静一个小小的 CEO 磕头道歉，你不觉得吗？还真是蛇鼠。许顺南，你不是说你是江海省乃至整个大夏百年难遇的商业奇才吗？来人，把徐顺南的商业履历给我拿出来。五年前，徐顺南的公司向 A 国虚拟货币市场投资了3000万，全部付诸东流。三年前，徐顺南又抛售了手中50万只强强科技的股票，买入100万只星光石油的股票，导致公司大幅亏损。王总，他说什么？没听错吧？大凡是个正常人，脑子里没灌进去三金石油，说不出来这决定。当年强强科技的股票大涨，他还把强强科技的股票全部卖掉，去买星光石油。两年前，徐顺南又花高10倍的价格买回了强强科技的股票，为此还兜售了盛世医疗的100万只股票。结果一年后，你的公司亏损了，连员工的工资都发不出来。咱们江海省的商界新锐啊，脑子里灌的不是石油，是地沟油吧？他还是什么商业新锐奇才？就这样的商业策略，真的是愚蠢中的愚蠢。寒冰不能断流水，枯木也能再逢春。我承认，这都是真的。但我徐顺南经历了这么多打击和挫败，到最后仍然能够起死回生，还不够证明我徐顺南的商业才能超群吗？没有觉得你这些融资和投资来得太顺利了吗？三年前，你公司亏得血本无归，记不记得是谁给你投了1亿的资金？一年前，公司濒临破产，你在房间里整日以泪洗面，又是谁投了10亿？这些没有调查过吗？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这些年你公司大大小小，你技术的你不技术的至少有50个亿的投资，再继续做出你5个亿的小公司。江海市的商业新锐明明就是用钱砸出来的。换做其他人，背后拥有如此强大的神秘财力作为帮衬，早就成为江海省首屈一指的顶级世家，而你却只有一个商业新秀的虚名，更是证明其资质平平，根本入不了强霸集团董事长强哥的法眼。胡说，不可能，那些投资都是我拼尽血汗，凭我的能力和潜力光明正大捞来的。许顺南，辛辛苦苦养育你20年，我不求你飞黄腾达，我只求你能给我守住家业。可你呢，刚愎自愚蠢至极，忘恩负义。继承人的身份正式去寻，继承人的身份正式去寻。这娘们儿好歹是强霸集团 CEO， 还能听你这个臭卖鱼的，赶紧把嘴闭上。该闭嘴的人是你。王静，你别太过分。我过分又怎么样？拿出继承人的交接合同。住手！就凭你王静是强霸集团 CEO 就可以打我，还侮辱我老婆？说到底，你王静只不过是个打工的，而以我吴家为首的三大顶级世家，财力是实打实的。吴大少说的对，我们三大顶级世家那是屹立于百大世家中的顶级存在，就算强哥来了，他也给我们几分薄面。你一个女流之辈，还不乖乖的给我们跪下道歉？杨站主，你看这个面孔，是不是有点面熟？我想起来了，他以前是江海集团的 CEO， 这个卖鱼的，这不是江海集团的陈董事长吗？什么？啊！这个卖鱼的怎么那么眼熟啊？我20年前在电视上看到过这张脸，这个卖鱼的好像真的是江海集团当年的董事长啊。陈江州，你居然当过江海集团的董事长？以我多年经商经验，根本就没有经商的天赋才能。
老婆，就算他之前是江海集团董事，那又怎么样？江海集团早就分了。怪不得王静不惜得罪三大世家，要帮这个臭卖鱼的。原来这个臭卖鱼的是你的老上司。你贵为强霸集团的 CEO， 居然敢维护这个臭卖鱼的，看来他的秘密不薄啊。哼哼，真不知道当年是在床上怎么伺候他的。王总，我看你风雨无阻，便宜在臭卖鱼，你倒不如考虑一下我。你这个臭娘们，无可忍，无需再忍。传我口谕，立刻将黄杨胡三家即刻覆灭。即刻覆灭？怕不是你个老头抽风了吧？就算你还是当年江海集团的董事长，你也没有这个能力覆灭我江海省三大世家，更何况你现在这个臭卖鱼的。江海省三大世家对陈先生不敬，传陈先生毒令，让三大世家覆灭。十秒钟之后，你们三大世家就等着被破产清算吧。虚张声势，十秒，人生可做。最后三秒钟，三、二、一。喂，什么？你说我杨家产业所有的工厂全部撤资，所有的账户全部冻结，马上破产清算？哎，黄家的账户全部冻结，工厂也停工了。胡说，只要我吴家一厘不到，扶持你还不是小意思。对呀，我们有吴家这座大山，我们三大世家东山再起不过在朝夕之间。别急，一个一个慢慢来，马上就到你吴家了。莫不可言，吴家现在被陆虎城的力量追击，就算全部被攻破，只能被破产了。皮肤汗术，不自量力。先生，三大家族已被破产清算，下一步有何指示？把合同给我。宣布徐顺男的继承身份正式取消。陈长洲，你是卖鱼的，支配在一个女人背后，你有什么资格剥夺我徐顺南成为强霸集团继承人的身份？臭卖鱼，老子弄死你！王伟，求死求死！我是强霸集团的继承人，欺人之下，万人之上。女婿呀，我们该怎么办呀？慌什么？我们吴家还有一笔海外资金没被冻结，你们知道我们吴家为什么是江海省世家之首吗？我爸正是玄天宗神将吴仲雄。陈天，你说你爸已经成了上古门派的神将？女婿啊，这神将是什么来头？上古门派的弟子个个武艺高强，随便放出来一个小学徒，在这都市都是横着走的存在呀。吴家上古门派的战神，那是万里挑一的战神呐、啊！这么厉害呀、啊！我爸不只是上古玄天宗神将，强霸集团强哥的门徒，蒋春豪的亲戚，三日后就是强哥的回归宴，会通过我爸拿到回归宴的邀请的。那我家顺南岂不可以直接面见强哥了？顺南，等你见到强哥，绝对不能对这个臭卖鱼的心慈手软，弄死他！爸妈，你们放心，我徐顺南作为大夏百年难遇的商业奇人，颇受强哥的器重。等我见到了强哥，定然会让陈强州和王静知道蝼蚁和狐之间的区别。他们辱我一次，踩在脚下一辈子，让他们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离开我，一个钱都没有。再也没有牵挂了。父亲，女儿现如今是玄天宗的宗主，她现在又在哪儿啊？报告宗主，我们已经找到您父亲陈强州的下落。什么？此话当真？当真。令尊虽为强霸集团总裁，但多年以来一直隐姓埋名，在菜市场里摆摊卖鱼，让我们无迹可寻。我父亲贵为大夏首富，为何要摆摊卖鱼？
您有所不知，令尊在您出事后又收养了一个孩子，为了让这个孩子不被仇家追杀，令尊才隐姓埋名，多年来受尽风吹日晒。那他现在和那个孩子怎么样了？那个孩子忘恩负义，在自己的订婚宴上与亲生父母相认后，骂您父亲就是一个臭卖鱼的，并在宴会上联合众人戏弄羞辱他，甚至还想挖他的器官。小气如我父者必让其亡，本尊立刻前往江海省与他讨回公道。陈叔，我来给你送冰块了啊。陈叔，陈叔你怎么了？心梗啊？你有人吗？你有人吗？哎，陈叔啊，以后啊你就少喝点酒吧。啊，打死他！我养了二十年的女儿，她要跟我断绝父女关系。陈叔，我父母也和我有关系。服了，手气真背。钱都输光了，爸，你怎么又在赌？铁朵，爹拿一万，就咱们家现在赚的这点钱，包括我当年上大学该交的学费，都被你丢到那赌桌上了。太不像话了，这不给你爹说话了吗？爹，到了你姐徐顺南，现在富可敌国，比你有出息多了。徐二虎现在宣布了，不像我爹和父子关系，你滚出这家，滚就滚。我还真是走吧，你说，你说，我女儿不要我。我母亲也不要你，这种事儿，既然如此，你愿不愿意当我的儿子，追求我的天生霸业？我陈江城是江霸集团的董事长，虽然我没有女儿，但是我必须要有一个人来继承我的家业。我看你忠厚老实，日后掌政大权，必是一代贤主。拿着这个。拿着这个，你就是大夏第一财团江霸集团的继承人，然后必是一人之上，万万人之上。陈叔，你喝多了吧？你这样，你好好休息，我这就走。过来，你说，要不要？我要，拿着。拿了他，你以后就是一人之上，万万人之下。好，知道了。那陈叔，我先走了，你好好休息啊。
爸，我回来了。啊，又糊涂了。爸，我是真是。嗯，你是萱萱？我是萱萱，爸。他就知道你没死，萱萱。你这些年都去哪了？那次大爆炸之后，我被玄天宗的一位高人所救。他不仅救活了我性命，还收我武艺，收我为徒。我现在是玄天宗的高层，这才有资格到师祖界来见你。萱萱，你不在这些年，把安迪、把江海集团更名为强霸集团了，现在是大夏第一财团。你回来的正好，正好，以后就把强霸集团的继承人给你啊，给你。正好，以后就把。强霸集团的继承人给你啊，给你。爸，你是不是把继承人的身份给了那个不孝的养子？你放心，既然我回来了，就替您收拾他。快说你醒了，你宁总来了啊？我还是有点担心你的身体，所以今天过来看看。来，吉总，吉总，哎，你来的正好，来来来，吉总，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女儿萱萱。哈哈哈，萱萱，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干儿子，记住啊。昨天晚上我把继承权给他了。干儿子？陈叔的女儿？莫非他就是那个被自己爸妈丢了，然后被爸捡走养大的孤儿？莫非他就是那个要和陈叔断绝关系的孤儿？你可比我那个女儿强。爸，你这动作也太快了，刚还骂他是畜生呢。畜生我？爸，你这动作也太快了，刚还骂他是畜生呢。畜生我？啊。我姐夫，我不是说你是畜生，我是说不孝女她是畜生。你说我是畜生？我不是说你是畜生，我说我领养那个孤儿。他是畜生，看到了吧？我爸说了，你才是畜生，你就是那个被亲生母亲的孤儿吧？活该没人要。你怎么知道这事儿的？陈叔，你跟他说什么了？他承认了，说我认错人了。现在哈，你就是那个被亲生父母抛弃、缺了心、败了的孤儿。我警告你啊，不准再提这档子事了。我就提，就提，我。哎呀，不是的，别怕他，你放心。刚不说了吗？不孝子回来，你好好收拾他。什么不孝子？我什么时候是不孝子了？还敢狡辩？你的事儿爸都跟我说了，就是你被亲生父母抛弃，白眼狼，说我对你那么好。这都什么跟什么呀？啊！还敢狡辩是吧？看我怎么收拾你！陈叔，你这都养的什么女儿？不好啊！我养了你这么多年。现在连爸都不喊了，改叫陈叔了是吧？哎呀，萱萱，你放手。爸，他都不认你了，你还这么维护他干嘛？哎呀，萱萱，他是我的干儿子继祖，昨天刚认的。我刚才没跟你说吗？我领养的那个孤儿，她是个女孩。什么？继祖啊，你也误会了，萱萱是我的亲生女儿，不是昨天跟我断绝关系那个女儿。亲生女儿都这么狠，干女儿得什么样？什么？事情来龙去脉。也就是说，陈叔，您认养的那个干女儿其实就是我的亲姐姐。当初我的爸妈因为有了我这个儿子，才把她给扔了。现在他们又想认回她，所以才和我断绝了关系，是这样吗？没错，你爸妈还真够狠心的。我和他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没有联系。陈叔，感谢您能把这些事情都告诉我，我心里现在已经释怀了。陈叔，
承蒙您不嫌弃，我愿意做您的义子，以后我就叫陈吉祖。可是这强霸集团继承人的位置还是交给巡山姐了。不行不行，我是玄天宗的人，担任不了世俗界的职务的。可是我什么也不会啊，把强霸集团交给我，您能放心吗？吉祖呀，明君接立人主，以你姐这个火爆脾气啊，如果我把强霸集团交给他，我心里才不踏实呢。咱们爸都发话了，这个继承人你当还是不当？我当，我当，我当。小雪，你别为难他了。这样，如果你先从强霸集团的基本的职务做起，就先做安保部的负责人吧。阿兔子，什么老婆？我爸果然是话算数吧？今日是强哥的回归宴，强哥看到自己亲定的继承人特意来此探望他，一定会很高兴的。沈南，等强哥来了，一定告那个王静和那个臭卖鱼的一状。对了。亲家公什么时候来呀？别急，我爸很快就到了。我娘嘞，快看，这是不是陈江州的座椅？对，就是这把椅子，咱们就盯着他。强哥来了，咱们好说点大话。哎，你们看，臭卖鱼的怎么来了？糟了，他是来针对咱们的，故意来扫强哥的兴。那不行啊，咱们的事儿不能让他给搞砸了。陈强州，这是你该来的地方吗？陈深，哦，徐顺南，那这地方你们能来，我就不能来吗？哎，我们能来，是因为我闺女是强霸集团的继承人，我亲家是江海省首屈一指的吴家，你听说过吗？你没错。老师，这个臭卖鱼的是什么身份？怎么混进来了？别跟他废话了，赶紧把他赶出去！管事的呢，把这臭卖鱼的给我赶出去！请个治您的罪。这位先生，我就是强霸集团的安保总负责人，有什么事儿您找我。你们这保安是干什么使的？不知道闲杂人等禁止入内吗？赶紧，给我赶出去！大胆，知道他是谁吗？他不就是个臭卖鱼的吗？你小子怎么在这儿？病人是强霸集团的安保总负责人陈吉祖。我为何在这儿？什么？兔子，这吉祖什么时候成为强霸集团的安保负责人？他出息了呀！你当初就不该跟他断绝关系啊！祸人之见，一个在强霸集团当保安队长的儿子，和一个马上就是强霸集团继承人的女儿相比，孰轻孰重？当不认识就完了，记住，千万不能让孙楠知道，当初是因为这个小子把他给扔了。好，就当不认识他。你们这些保安都是吃闲饭的吗？信不信我女儿把你们都开了？陈强州，这是你该坐的位置吗？赶紧给我滚下来！我徐顺楠是强霸集团的继承人，除了强哥以外，就是我对的。不想得罪我和强哥的话，就给我把他赶出去。好啊，你们不动手，那本少亲自动手。你对我爸不敬，看能不知道死字怎么写。陈天，你怎么样？咱们会武功。你是谁？居然敢打江海省第一世家吴家的嫡长子，信不信我把你碎尸万段？我的身份你还不配知道，你们只需要知道刚刚你们想要扔出去的人是我的亲生父亲。你是陈江州的亲生女儿陈继轩？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人物呢，原来是那个臭卖鱼的老废物的闺女。那就是小废物呗。哼，小废物，我一再高又能怎样？快给亲家打电话，亲家亲自出马。那不能！你给我等着，我爸可是玄天宗神将吴仲雄，等他来个小无知就能把你给捏死。我当是什么大人物呢？区区一个神将，你让他吴正雄站在我面前，他就只能像狗见了主人一样俯首称臣。喂爸，这里来了一个会武功的小姑娘，把我给打伤了，还说你哪怕是玄天宗的神将，见了他俯首称臣。什么？还有人敢打我吴正雄的儿子，还对我神将的身份不敬，你们给我等着，我马上就到。
你这个黄毛丫头，还有你个臭卖鱼的，等我爸来，就让你死无葬身之地！萱萱，来的人可是神将，需不需要爸爸解决？爸，您放心，区区一个神将，我还不放在眼里。还在打人，等会儿我再跟他。你是怎么找的？我刚那一脚还是踢得轻了。 谁敢打我儿子？爸，这是怎么回事？爸，不知道这个下贱的女人，她刚刚不光打我，还骂你是条狗。然后呢？然后我给她打电话了呀，绝对不能放过她。对，还有她那个父亲。我就是陈天的岳父徐二狗，我可以证明。就是他们母女两个对您不敬。对对对，你好好教训。这两个贱人不能让他骑着咱的头上来。是。 爸，你这是干什么呀？你应该教训的是他们俩，还有你那个小畜生。咱爸是怎么了？看来咱爸是真生气了。这神将的怒火吧！吴正雄，你是要跟我算账吗？武家大少，非说在京都屁都不是一个，但是这个神将不论到哪都可以横着走啊。这么娇滴滴的大姑娘，妈就没弄死了，真是可怜呐！属下拜见宗主。 属下拜见宗主，我的家里人冒犯了宗主，请宗主恕罪。爸，你这是干嘛呀？他就是这个臭卖鱼的生的下贱闺女，你闭嘴！你闭嘴！宗主，小的不知道您在此，这才冒犯了您。你让人该死！让人该死啊！萱萱啊，他刚才说你是玄空宗的孙女。没错，我到了玄天宗之后，用刻苦修炼，奋勇杀敌，才做到了如今宗主的位置。之前隐瞒我的身份，主要是怕吓到。 我陈强州的女儿必然是人中龙凤。既然你做了玄天宗的宗主，爸爸并不意外。不可能，不可能！陈强州的亲生女儿，光是一个贫贱的余家女，怎么可能是玄天门的宗主？徐顺南，你还真是狗眼看人低。我不信！你不信这个世界上还有比我徐顺南更优秀的女人？死吧！萱萱，小心！ 这一巴掌打你狂妄自大，有眼无珠；这一巴掌打你刚愎自用，目无三尺；最后一巴掌打你忤恩负义，恩将仇报。吴正雄，你身为玄天宗的神将，却插手世俗界的事，为虎作伥，你该当何罪？属下知罪。 属下知罪。你吴家从几十年前的无名之辈，到现在江海省第一大世家，这暗中不知道你吴正雄杀了多少。等我宴会结束之后，回到宗门，我会一一彻查清楚。宗主，万事如一面，日后好相见。吴正雄是清白的，你这么说，莫非要对我吴正雄赶尽杀绝？ 赶尽杀绝，你吴家若是光明磊落，那彻查又怎会是赶尽杀绝呢？彻查吴家之后，若是找不到你犯罪的证据，宗门定会还你清白。既然宗主给我和吴家一条活路，那就别怪我吴正雄做困兽之斗了。爸，杀了那个下贱女人！混兽之斗。 呸！陈继轩，你别得意，知不知道我大哥就是大夏黑道社会的地下皇帝，杨霸集团的董事长，杨哥的门徒，他江宗豪，蛟龙不压地头蛇，世俗界虽贵为玄天宗宗主，也不是他的对手。你说阿豪是，不如你把他叫过来，是听你的，你又是谁？爸，他就是这个，一块收拾。不麻烦。 我来帮你打这个电话吧，江哥。你说什么？什么？说，刚才有一个叫吴正雄的人。 那收拾我跟我女儿，混蛋！竟然如此嚣张！强哥，拉吧，给我接个电话。装你的，装腔作势，也不知道是哪个阿玛。
你王八蛋，是谁？敢这么跟老子说话？够！就是，行，走，好，好大的胆子，还假装豪哥！你信不信我灭你九族？给我滚！好，豪哥！蒋先生，我是吴家的少家主吴承天，我爸对您的冒犯，全是因为他们分的量，而且他敢坐强哥的椅子。一定要把他大卸八块，以儆效尤。我女婿说的对，一定要把那个臭卖鱼的大卸八块。今天所有事端都是他们挑起的。哎，爸，你怎么？蒋中豪，你敢打我爸？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强哥指定的强霸集团继承人，大夏屈指可数的商业奇才。你蒋中豪以后不过是我手里的果子。正巧我和蒋先生在此，就是为了传达强哥的意思，来此公布强霸集团的继承人身份。顺南，你一会儿马上就能成为强霸集团的继承人了。等我身份公布了之后，你们都对我摇尾乞怜吗？长话短说，各位，今天由我蒋中豪在此宣布，强霸集团的继承人乃是陈。陈？不应该是徐顺南吗？慌什么？强哥还不知道顺南改名的事。哎呀，是我老糊涂了。走。恭喜吉祖少爷，受强哥钦定，成为强霸集团指定继承人。恭喜吉祖少爷，受强哥钦定，成为强霸集团的指定继承人。什么？继承人为什么是这个保安？我才是强霸集团的继承人。爸，我担心以我的能力难以服众啊。少爷，您放心，有我阿豪在，定能让你日后一路突飞猛进。你们在搞什么名堂？强霸集团继承人的身份明明是我徐胜男。一人便是强霸集团的董事长强哥。陈强洲，这个孩子原名叫徐继祖，他的亲生父母抛弃了他，跟他断绝了关系，现在他是我的儿子，更名为陈继祖。在我退休之后，他将代替我接任强霸集团。继祖，告诉我，你养的就是强哥？我不知道，儿子，我是跟你开玩笑的，我怎么可能和你断绝关系呢？儿子，妈也是跟你开玩笑的，你可不能不认我。妈，我才是你女儿。她原来叫徐继祖，是你的双胞胎弟弟，你爸妈为了养活她，就把你给扔了。他们为了钱想重新认你，又怕你弟弟透露出你被遗弃的真相，就和她断绝了关系。不可能。爸，你告诉我，这都是假的。你不是说为了救我，连肾都卖了吗？就你个赔钱货，还偏要我卖肾，给我滚！儿子，我只投你一个。至于那个徐顺南那个赔钱货，我立马和他断绝关系。别碰我！我没有你们这样缺了心又败了德的爸妈。来人，把他们给我带走，交给警方处置。儿子，别！儿子，我们知道错了。陈强洲，强霸集团继承人的身份明明是我的。为什么要给一个外人？我才是你女儿。还有，为什么不告诉我，你就是强霸集团的董事长于顺南？竟是个不折不扣的白眼狼！当年我美玉闻声，含辛茹苦把你养大，为的保护你，被仇人追杀。当年你身怀绝招，就连你的肝脏都是我割给你的。没想到你听信谗言，不分是非，忘恩负义。当年把肝脏捐给我的是你。当年董事长为了救你，差点折了半条命，只是怕你担心，就从来没有主动给你讲过。可你但凡要上点心，都能轻松查到到底是谁把器官捐献给你的。我还真是这个。强哥，我们都是受这个蠢女人鬼惑，求你放过我们吴家。
我彻底你！！全部都给我带走，剁一切财商，从此不得大儒大相。爸，我后悔了，什么继承人的身份我不要了，我只想在你身边好好伺候你就行。世子，何为想拉个垫背？韩江州，拉命来！ 我想和我爸，珊珊，我错了，给我的人，我的极限之人，真正爱我的人，我将给你极限之人，你才是真正爱我成吉思汗的女儿，就这条命，让你带走。 是。